万鸟语花香，除了精美的装潢，还可以荡秋千一睹山林美景。宜兰礁溪这一家网美甜点店才开幕一周，就吸引许多民众前往拍美照。不过现在却有房仲盗用他店面外观的照片，以安农溪第一排极品农地为名，在网络上出售土地，让店家超级傻眼。其实安农溪跟礁溪还是有一段距离，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，他竟然有办法说把我们美美的图片拿去剽窃，再放在他自己的那个网页上。民众也觉得非常夸张，替老板打抱不平。跟他卖的农地好像就也不符合啊，应该有点欺骗人家的感觉。其实房仲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，然后店家自己拍摄的这照片，他确实是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，可能会构成说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，会有一些民事的赔偿责任。房仲为了卖房子能吸金，竟盗用照片欺骗民众，还触犯法律，现在可能吃上官司之外，恐怕还会失去民众信任。记者林医生叶玉娜宜兰报道。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，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588，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